前面这一台全都是媒体，非常多的媒体，大家都对这场比赛非常的期待。Thank you.
钢琴助手还记得吗？布朗。兰博没有敢投的。天哪，又被抢断。今天又发了这种小蛋糕，还有这种饼干，因为今天我们有个朋友正好过生日，所以打算把这两个蛋糕拿上去送给他。